在1970年，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，改变了无数人对信仰的看法。权能时间，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高兴欢喜。特别播放萧律柏博士的事工，教导新一代，透过神的爱，你的伤痕能够转化成圣光。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励志电视节目。今日权能时间继续使命，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。当你信靠神，没什么能够阻挠你。萧伟柏牧师要鼓励你，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。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，面对什么障碍，这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。各位权能时间的观众早晨，在这个圣诞节的喜庆节日里面，我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圣经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其实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单单出面节日的气氛，并不是圣诞老人，而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他降生在马槽当中，卑微人间，为着是要来到世界上面舍弃他的生命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藉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经历上帝的爱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诞节日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，将生命赐给我们。但愿我们每一位在庆祝圣诞欢乐的时间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也都祝愿每一位的朋友，如果你未信主的，藉着这个圣诞节，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中，做你的主，做你的救主。祝你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。圣诞节的盼望和应许是当耶稣降生，我们就得着好信息。天使向牧羊人显现，他说，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圣诞节的基督带给你好信息，相信吧。神向我们兑现了他的应许，你就能够常常信靠他。朋友，感谢你支持权能时间，你的祈祷、爱心奉献和鼓励对我们非常重要的，没有你我们不能够制作这个节目，因为有你的支持，权能时间才得以广播，祝福很多人的生命。仅代表海娜、我和权能时间大家庭，祝你圣诞快乐，新年进步，神爱你，我们都爱你。权能时间特别为你安排了平安夜特辑，烛光妙云贺圣诞，播放时间是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午夜一点正，以及12月25日深夜2点半。烛光妙韵可圣诞，让我哋喺平安夜一同庆祝主耶稣嘅生日。各位朋友早晨，圣诞节系庆祝主耶稣嘅生日。主耶稣嘅降生，将爱、和平、光同埋盼望带俾呢个世界，最重要嘅就系佢嘅降临赐俾我哋永生。我谨代表权能时间，恭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我哋嘅节目系双语广播，除咗英文原声之外，如果你嘅电视机系有礼音设备，你就能够以广东话收睇权能时间。喺圣经诗篇第37篇第7节，你当安心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当我们从神领受呼召，他想看到我们到达终点。所以今天萧伟柏牧师的圣诞信息是耐心等候主耶稣。成就神的旨意是来自坚忍、毅力和忍耐，对神忠心和忠于他的呼召。在历代志下第16章第9节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坚固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。
神是不慌不忙的，神按着时间让万物成长和创造万物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温柔的心，聆听神的声音和跟随祂的道路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。要聆听神的声音，萧伟鹏牧师劝勉我们，第一，要建立合乎圣经的思维，以致能够帮助我们去分辨神的旨意。建立合乎圣经的思维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看圣经。第二，当我们听到主的声音，我们就会即时能够领受，因为神的言语是知识。第三，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内心等候主耶稣，聆听祂的声音，将祂的爱和平安在今个圣诞节带给这个世界。你当安心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坚固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。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早晨，欢迎教会的家人，你是蒙爱的，多谢你今天来到这里。神喜欢见到祂的儿女冲过终点线，如果你长期活在挣扎之中，请谨记腾出空间去聆听神的声音，因为当你听到祂的声音，就会给耐力你去坚忍。请记住，祂会帮你冲过终点线，神会帮助你到达你需要去的境况。一起祈祷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圣诞节我们在这里相聚。主啊，我们很感恩在这个时刻你建立我们的盼望和梦想，我们感恩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成为有盼望的子民。我祈求主，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被鼓励和被圣灵充满。主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请拧转身同身边的人握手讲，神爱你，我亦都爱你。
今日我哋燃点喜乐的烛光，各位请坐。我哋燃点呢啲烛光，欢迎主基督嘅喜乐之光进入到需要关爱同埋忧伤嘅地方。当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降临嘅日子越近，我哋越期待佢嘅降生带嚟嘅喜乐。我哋期盼去经历佢生命里面嘅爱同埋同在喺我哋嘅心灵深处。愿佢嘅喜乐充满我哋嘅心，让我哋嘅人生知道佢嘅降生先至系真正喜乐同新生命嘅源头。而家我哋全体会众一齐咁样祈祷。我们满心欢喜来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你应许一位救主降生，对我们的人生有多大的意义。感谢救恩的礼物，藉着你儿子耶稣的降生，我们等候着更新的生命，帮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。当你以恩惠和爱的同在来充满我们的生命，阿门。预备听韦柏嘅讲道之前，请先听上主喺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嘅话语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
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。西面就把他抱过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，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启示外邦人的光，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孩子的父母因论耶稣的这些话就惊讶。各位会众，请听神比西面的话语，要终生等候去看利赛亚的面，神这样渴望向我们说话。阿们。
请你同我一齐祈祷。仁慈的神，在这个主日，当我们看到喜乐的火焰，我们唱以马内利恳求降临，正如年老的西面，我们以盼望等候轻可君王的降生。我们警醒等候，留心身边发生的事情、丑闻、谣言、分裂、歧视和腐败，致命的敌意，正撕裂走歪了的世界。我们察看及祷告，去宣告这圣婴便是受高的那一位，就是所应许的尼赛亚。我们祈求主，你的真理带来改变生命的恩典，进到我们的婚姻、家庭、社区及许多人的心里，因放弃而忧伤，这里也有。请为沮丧的人带来盼望，为失丧的人带来救恩，为忧伤的人带来安慰。我们祈求主，你恩高伟柏牧师，故他要宣讲你的信息。你教导我们有指望地活着，你赐给我们的盼望。现在请听我们同心的祈祷，是你教导你的门徒这样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今个秋天，团契里面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包装食物给世上饥饿的人。我还记得听到父母和子女的对话，关于什么是分享，我们要怎样慷慨向别人施予。这样慷慨的灵亦都居住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面，今日亦都与我们同在。我祈求这些灵与你同在，当你今朝早奉献给主。我邀请司事来到台前收取奉献。Thank you.
我是牧师，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相信神有时候容许我们挣扎和受苦的，但是同时神喜欢见到我们冲过终点线，他喜欢在那里等候我们，支持和为我们加油，就好像子豪的爸爸望着仔女冲过终点线。我和我的女儿参加儿童马拉松，那里没有人真的想赢或者是输的，我有点失望，我认为小孩子需要学习什么是输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小孩四周围地跑，人人都为他们加油，好像大水给他啦，帮他拍照啦。而我们忘记了神是父亲，是吗？我们忘记了我们不是神眼中的大人，而是神的儿女。可能你已经很老，但是跟神相比，我们还是很年轻的，是吗？你说伟柏，你不知道我几大了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已经出世，那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。不是啊，你年纪有几大不重要的，你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做了一些事以为是不会触怒神的，但是其实是会的。另一些事以为神真的很讨厌，但是可能他不会在意。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是神想看到我们冲过终点线。在比赛、慢跑和跑步当中，我们有时忘记了神为我们打气。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他不拯救我们呢？只是同样原因，我不会论死我的女儿，我扶起她，等她自己跑完儿童马拉松。有时人生里面的挣扎，其实是神在可能毁掉你的事情中拯救你。那些小小的挣扎，你正在等待的小事、新工作，在人生中遇到新伴侣，可能是要再听到神的声音，感觉真的很痛苦，但是回望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猜想可能神一直同在。这些就是保罗写信给教会所说的，我相信他就快死了。他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或者应该是赏赐。在人生中冲过终点线是有重大的意义的，从坚忍、毅力和忍耐当中所得到的成果，对上帝忠心和忠于你的呼召，我认为是很重要的。这一切讲出在艰难和困难的时候，在我们应该要坚忍的时候，对信徒最大的诱惑是追赶，或者去走比较容易的捷径。我们的心其实也是这样，追赶或者是走比较容易的捷径，这些是最大的诱惑来的。可能这些就是破坏我们得胜的主要元素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讲出的是，当我们在将临期不要赶过神的计划，要以神的步伐前进，不要急于接受那些挑战，是跟你的梦想、目标或者神的呼召有关的。看看神的创造和神作工的速度，神创造的一切是美好的，往往是持续很久的，或者是直至永恒的。看看一件事需要有几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，巨大的杉树是一个好例子，橄榄树是好例子，人的灵魂是好例子，是需要经历过程，一些受苦和压力。神的创造物是需要被神推动的，才能够发展、成长和成熟，成为他们所呼召的。我们自己讨厌承认这一点，当我们需要有耐性或者坚忍，因为没有人喜欢停留在那个境况，我们当然不需要一直留在那里，但是当我们在那个境况，总使我们要赶快结束，或者走比较容易的捷径，而不是以神的步伐跟随祂同行。不要为了这样感到内疚，其实因为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甚至于耶稣也都有些这样。毕竟这个是试探，是吧？当撒旦望着祂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，但是我认为耶稣要遇试探是因为祂想拯救世界，祂想帮助世人，
我认为他不想忍受十架之苦，当你在加拉太书或者在客西马尼园听到他求问父，你若愿意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，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。我为耶稣的信实而感恩，他愿意按照他父神的步伐而行。这个是给我们所有学校基督的人的教训。有时候有十字架在我们与命定之间，或者大家的命定之间，可不可以说阿们？如果你今早背负十架，神会帮你背负那个十架。如果你处于困难，我曾经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说过的，逆境不在，强者永在。直接指出，无论你经历着什么都好，你会跨过的，只要坚忍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忍耐是关键。当需要克服人生的困境，直至得胜，去承担起放在你和命定之间的苦难，胜利是会变得更加之大和更加美好的。降临期就是这个时候了，是等候期，也是时候去相信神是讲得出做得到的。是时候谨记神呼召每一位信徒进入命定和呼召，同埋全心相信，如果神想你到某个境况，他必定会引领你，愿意行在耶稣所讲的窄路上，那条是通往永生的艰难之路，不要选择阔的门和通往灭亡的容易之路。他这么说，很多人选择这条路。经文没有明显地讲出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西面其实是一个年轻人来的，当神跟他说，在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现在请记得，当耶稣出现在现场的时候，犹太人是渴望见到尼赛亚的降临，所以一个男人说有圣灵在他身上。经文说圣灵告诉他知，在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我会这样想，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这一句说话，虽然圣经没有提及，因为他年纪已经很老，当他见到主降生。在这么多年来，这个男人一直住在耶路撒冷，他又公义又虔诚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等候了很多年。我想知道他有没有在耶路撒冷四周围去找这个婴孩。这一日在耶路撒冷某一日，我想象他已经是年纪老迈，经文说他很老了，想象一下，他坐在城里面某一个地方，经常跟他说话的圣灵经常在他身上跟他说，西面，西面，尼赛亚已经降生，他在圣殿里面，快点去看看他。我想象西面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经文是这样讲的，圣灵在他身上。我想象他跑到圣殿那里，跑上楼梯，即使是很艰难，他的膝头哥和脚在痛紧，他的心思意念都是很雀跃的，因为他期待一生的事终于发生了。要记得，在古时的圣殿是很大的，很宏伟的，同时间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人，但是在人群中他四处地走，四围地望，和尝试去找，在那里他见到玛利亚和约瑟，他见到玛利亚抱着个男婴，他们准备为婴孩行割礼，他走过去，我假设是得到了许可的，以双手抱着这个婴孩，祝福婴孩耶稣。他讲了这个经典的诗歌，其后更加成为了早期教会的圣诞歌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，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很快，假设他是讲阿拉姆语，而救恩在阿拉姆语是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亦都是耶稣的名字来的，所以在文字上运用，我亲眼见到耶稣的降临或者你的救恩，太好了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启示外邦人的光，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那首歌是这样说的，主，我可以去世了，
因为你所应许的事，我期待已久的事，终于都发生了。我在经文里面体会到灵魂得着满足，他真的充满了喜乐，是很高兴的，完全满足于这一次的见证，知道尼赛亚已经降生，以色列人将会被拯救。他就是说，我现在可以去世了，太好了。因为这首歌问世，我告诉你，有一首拉丁文诗歌的，诗班以前唱过的。Os nunc dimiri servum tuum, Domine, secundum verbum tuum in pace。好悦耳动听，好像一首晚安歌。有这个意念，我现在可以去世了，因为我已经找到耶稣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你有没有曾经感到，当你和主有好好的体验，你很深刻和奇妙地与圣灵相遇，你认为一切都会安好，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，我在神爱的怀抱里面，知不知道啊？这些就是现今的人所需要的，很多恐惧、忧虑、担忧和压力，我们需要听到主的声音，我们需要经历圣灵真正的同在。如果没有，其他一切都只是假的，感觉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听到神的声音，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特别当我们受苦和经历艰难时刻，要知道我们并不孤单。你是不孤单的，你并不孤单，主与你同在。即使你有缺点和失败，只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对主的声音心硬，神会带领你到达你的命定。主就是这么好的了。没有神的灵魂，就好像没有了弓的箭。没有神的灵魂，就好像没有弓的箭。我觉得人生和我们要做的事工，特别是但是在很多事上面，我们就好像用自己的力去放箭，但是神教导我们，当我们透过浸礼得救，我们得着这种能力，行在恩典容易的节奏，以神的步伐走路，还有去到神呼召我们的地方，是会去得更加远，还有更加之好，比我们以自己的力量去做事。但是神是不慌不忙的神，神是按照时间让事情成长和创造万物，但是神比其他人走得更加远，神创造的东西比其他任何人都会持久，就像箭一样。你或者会见到别人急急忙忙，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在倒退，但是就好像箭放在弓上面，是要向后拉的，你和命定之间的张力正在加剧中，让你正在感受到的张力令到你更加之坚忍，而你相信神呼召你去的境况会是好的，当神释放你的时候，是会以非常美好的方式去得胜。但是我想你知道，西面能够等候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知道，他清楚听到神的声音，他清楚听到神的声音。我爱圣经，我相信圣经是真真实实的启示，我很快就会讲到这方面，所以很重要。圣经不单只是给我们智慧，也都将我们连接到圣灵的祖先，使我们见到圣经的思维是怎样的。我认为西面能够终生耐心等候，因为他知道，他清楚听到神的声音，他真的知道。耶稣跟我们讲，那对基督徒的生命是很重要的。他说，让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从我。他们知道和小偷是不一样的。我想这样认识耶稣的声音，我想清楚听到神的声音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用这个来结束，要忍耐，我们必须要学习去分辨，这个就是我的声音，我的想法，或者是神的声音，或者是仇敌的声音。我在三分钟内给你三个教导，帮助你分辨和怎样聆听神的声音。如果你真的去做我要你做的事，才会有效的。
第一，最重要是建立圣经的思维。在圣经里面的教会，很多人做错的一件事，内容是有根据的。这样并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这样，我相信某事，我必须依照一般圣经经文。我曾经听过人说，你不可以吸食可卡因，是因为圣经说不要醉酒。吸食可卡因就等于是醉酒，这些就好像人为的。我会说，不是啊，朋友，你不可以吸食可卡因，因为这是愚蠢。建立圣经的思维，能够帮助你去分辨什么是没有清楚写明在圣经律法书里面的，帮助你去思考，如果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吸食可卡因，保罗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？他会说，各位不要吸食可卡因。所以建立圣经的思维是指你每一日或者经常看圣经，并不是要你阅读几个钟头的时间，朝早花五分钟时间，这里看一章，那里看一点，不需要心神不宁。顺带一提，当遇到不明白或者感到不解的经文，放松手就可以了，或者问一下朋友都可以。第二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他通常是不用说话去讲的。有些人拥有先知恩赐，那是可能会发生的，但是大部分人当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们就即时明白一些事。我这样写，神的语言是知识，神有一种语言，这种语言是知识，那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是一种领悟，你可以清楚了解，如果你拥有圣经的思维，如果这些是神的声音，或者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，不要寻找具体的字眼，而是要寻找知识。第三，朋友，那是非常重要的，和听从神的声音的人在一起。看看大部分基督徒没有听从神的声音，大部分基督徒没有每一日都安静自己的心去讲，主啊，你想要什么？大部分基督徒每当他们祈祷的时候，只是在讲话，你有这样的朋友吗？你跟他们在一起坐，他们所做的就是讲说话，从来都不去聆听。请留意，祈祷很多时候是双程路来的，朋友，你都需要聆听。我不是高高在上去教训，我只是说很多基督徒没有被教导去聆听。事实上，可能神真的有说话要讲。诗篇这样说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你们不可硬着心。我想提醒你，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，如果神对他们讲说话，他们会硬着心。但是请确保敞开你的心，同埋同嗰一啲想听到神嘅声音嘅人喺埋一齐。可能佢哋唔想，但系佢哋对圣灵系开放嘅。最后，当我哋唔系咁样做嘅时候，我觉得就系试图带领神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你专注于呢三件事，圣经嘅思维，对属灵的事持开放态度，久而久之，你就能够清晰地聆听到神的声音，但是不会是听到你想听见的东西。你可能得到一些人生的信念，也是好的，但是这些事你是需要的，让你到达人生需要去的境况。现在我们用少少时间听听主的声音。天父，我们将心思意念带到你面前，我们在这里听神，就在这一刻。如果你在心思意念里面有什么是你一直在挣扎的，如果你能够问神一个问题，那会是什么呢？现在就在你的脑海里面安静地问那个问题。有时我们会在儿童事工和小孩一起做，你觉得神在说什么呢？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感动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没问题的，可能圣灵会给你关乎你人生的某些知识。
主啊，我哋总系匆匆忙忙，我哋好难腾出咁样安静嘅时间，即使系而家，我感受到另一堂崇拜嘅压力，同埋今日要做嘅所有事情，呢啲事喺我哋同你嘅关系中带嚟压力。所以天父，我真系为会众祈祷，今日余下嘅时间，我哋要用时间与你喺一齐，同埋问你问题，神啊，同埋聆听你嘅声音，要有耐性，要以慢慢嘅步伐与神同行。主，我哋奉耶稣圣名祈求呢一啲事情，我哋爱你，阿门。多谢你今日嚟到呢度，我哋非常爱你。而家愿主赐福你，保守你，愿主用眼光照你，赐恩俾你，愿主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名，阿门。请下星期再次收睇，肖惠柏牧师要带俾你盼望嘅信息。权能时间，肖惠柏牧师好想听到你嘅分享，请写信俾我哋。直至下星期，请记住，让你的盼望而不是伤痛来塑造你的未来。多谢你收看权能时间和对我们的支持。权能时间特别为你安排了平安夜特辑《烛光妙云何圣诞》，播放时间是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午夜一点正，以及12月25日深夜两点半，烛光妙韵可圣诞，让我哋喺平安夜一同庆祝主耶稣嘅生日。美国牧人园林长老会嘅施伟柏牧师，同埋香港权能时间嘅董事会主席容永琪先生，送俾大家圣诞节嘅祝福。各位权能时间嘅观众，早晨！喺呢个圣诞节嘅喜庆节日里边咧。我祝大家聖誕快樂。聖經話咧，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，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其實咧，聖誕節最重要嘅意義並唔係單單出面節日嘅氣氛，並唔係咧聖誕老人，而係耶穌嚟到世界上邊，佢係神嘅兒子，但係佢降生喺馬槽當中，卑微人間，為著係要嚟到世界上邊。舍棄他的生命拯救我們，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藉著耶穌基督能夠成為神的兒女，讓我們經歷上帝的愛。所以聖經說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聖誕節節日的最重要的意義，就是耶穌來到世界上邊，將生命賜給我們。但讓我們每一位在慶祝聖誕歡樂的時間，我哋唔好忘记呢一位主耶稣基督。我哋亦都祝愿每一位嘅朋友，如果你未信主嘅，藉着呢个圣诞节，耶稣基督进到你嘅心中，做你嘅主，做你嘅救主。祝你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圣诞节嘅盼望同应许系当耶稣降生，我哋就得着好信息。天使向牧羊人显现，佢话。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圣诞节的基督带给你好信息，相信吧，神向我们兑现了祂的应许，你就能够常常信靠祂。朋友，感谢你支持权能时间，你的祈祷爱心奉献和鼓励，对我们非常重要的，没有你我们不能够制作这个节目，
因为有你的支持，权能时间才得以广播，祝福好多人的生命。谨代表海娜、我同埋权能时间大家庭，祝你圣诞快乐，新年进步，神爱你，我哋都爱你。在圣经诗篇第37篇第7节，你当安心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当我哋从神领受呼召，佢想睇到我哋到达终点。所以今日萧伟柏牧师嘅圣诞信息系耐心等候主耶稣，成就神嘅旨意系嚟自坚忍、毅力同埋忍耐，对神忠心同埋忠于佢嘅呼召。在《历代志下》第16章第9节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坚固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。神是不慌不忙的，神按着时间让万物成长和创造万物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有一颗温柔的心，聆听神的声音和跟随祂的道路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。要聆听神的声音，萧伟柏牧师劝勉我们，第一，要建立合乎圣经的思维，以致能够帮助我们去分辨神的旨意。建立合乎圣经的思维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看圣经。第二，当我们听到主的声音，我们就会即时能够领受，因为神的言语是知识。第三，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耐心等候主耶稣，聆听祂的声音，将祂的爱和平安在今个圣诞节带给这个世界。你当安心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坚固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。权能时间这个励志电视节目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，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同埋星期日嘅早上8点钟，你亦都可以喺网上同步收看 MyTV Super 或者系 www.hourofpower.org。圣诞节系庆祝主耶稣嘅生日，主耶稣嘅降生将爱、和平、光同埋盼望带俾呢个世界。最重要嘅就系佢嘅降临赐俾我哋永生。我谨代表权能时间，恭祝大家圣诞快乐。下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。